晚你好，欢迎收看深浅战略。台北股市呢，今天继续量缩整理，鸿海的营收表现亮眼，股价却是叫好不叫座，拖累整个大盘翻黑。但是呢，在尾盘，台积电还有海运股转强，最后一盘指数翻红了。中场加权指数上涨了4点，收在7613点，成交量845亿元。今天盘势要如何分析呢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是固德投顾的余世清副总，副总午安。平均好，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。好，第二位呢是固德投顾的王建文副总，副总好。你好，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盘面上的焦点股掌握呢，我们先来请教建文副总。好的，其实刚来的节目的一个路上哈，余导才说哦还好还好哈，我们这次有特别提醒观众朋友说，短线上要震荡哈，不然真的可能会跟别人一样哈，这次追的股票连讲都不敢讲哈。来，你有没有发觉到一点高不过高了哈？高不过高，好，今天是高不过高，你去把昨天的线型调出来，低又破低啊，完蛋了，一买又套，好，一买又套，完蛋了，我哪里让你要衰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观众朋友，做股票不是天天在买，天天在那边找低点买，每天都有低点，每天买，做股票不是老是靠运气啊，要靠实力。观众朋友，你有没有发觉到一点？有规划的团队是该买的时候叫各位赶快下去买，然后呢，当涨上来开始有风险的时候，提醒各位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算要酝酿下一波的布局，我们也怎么样，我们要看准再出手啊。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到怎么做才会能够帮助各位哦？那当然余老告诉各位说，我们还是要尽心尽力的帮观众朋友分析哦，帮有需要的观众朋友把行情看清楚，后面那段才能够掌握得到。11月30号，短多的时间与力道有限的，要谨慎，有没有？再来给各位印证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觉到12月6号将正式进入拉回或整理的阶段？那如果你都知道要进入拉回或整理的阶段，你会每天在这边推荐股票，你会在这边每天告诉各位说这档股票明天非买不可吗？当然不可能嘛。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在这波的操作过程当中，也许什么，也许你又忽略了所谓进场跟出场的时间点，也许你这次在操作的过程当中，你又什么，你又进去然后被套住了，然后股票连跌3天4天下，那没有关系。为什么那没有关系？因为整理之后会有一个超乎意料之外的行情给各位嘛，这是余老告诉各位。但是在现阶段以盘待变的格局里面，你要懂得把你手中的持股整理好，然后布局到对的股票上面。那更重要是什么？更重要，看清楚每一个团队在现阶段每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分析与操作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看到很多的一个分析团队在这边顾左右而言他的同时，你要知道谁才是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各位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关键的时间交给余老。为什么我们这一波会告诉各位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千万不要冲动，钱很好用啊，不要冲动，当该出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手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余老。好，盘上观察，我们继续来请教余世清副总。好，那这个盘呢，我想我们昨天就跟各位讲过重点哦。今天大盘涨或者跌，关键不在电子股，因为电子股早就已经在整理了哈。关键在哪里？在金融股哈。所以，投资们，你自己去印证一些东西啦，哦，你赶紧去印证一点东西啦，有没有？0.04、0.05，那这有些解盘哦，你一定要自己去观察，你要自己去印证，然后再去下决定。今天讲的哈对哈，不代表明天对啦，真的啦。那过去大家现在大概我干嘛这投顾老师大概弄假老啊？你看啦，卡嘞无关系啦，啊坐嘞都下去啦，啊倒嘞佫困袂去啦，啊见讲是拢讲过去啦，讲过去安那大你讲安那还讲赚偌济，过去赚偌济，好硬好小，对不对？啊，过去赚偌济，佮并不是代表讲未来你会当赚偌济。你听讲，你在头壳拢讲咧吼，我咧啪啪啊，对不对？明白？唔，你重点聊好啦。这盘的重点聊无好吼，指数起落你判断袂好势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也不要什么拉回做多，拉回早买点啦，免啦。拉回早买点，啊，我要拢买着早点无？来来来，我看这看这是不是要好上天呢？这涨吼，来你来看，涨哦，融资给人也无偌济啦，没有多少6亿啦，
哦，增加六亿半而已哈、哦。来看看你买什么啦？友达，好凶哦，一拳头一万六千几。你是看讲奇美电加空友达要加空哟？是不是？这是讲咱买一万六千几，啊嘛较要紧嘞，你看。无买无代志，无买无代志啦。要是我一买出代志，你无买人袂乐啦，啊你一买人衰乐啦，啊是你的命运生苦还是安那啦？我感觉是你的命运生苦、哦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。哇、哦，是安那？含只冒死哎，当买只谁哦？冒死呢？哎，当买四千几张，啊，今日是有赚无啦？我就哎，跌停呢！啊，这两公司被开放，他们限股当冲，有无？有无？先买后卖，哇！怎么卖啦？啊，给我原本做限股买了，个没买，你给我做限股当冲，我无够钱，看变啦！去拿政府借，啊，无变啦！啊，你冲未掉啊，无变啦！啊是讲那六块银哦，六块哇，讲真正的微笑哥嘿也是足好笑的啦。保富生，这保富生啊，直接看大陆的股市啦。哎，我这震荡幅度没小哦，你别开玩笑哦。哎，这震荡幅度不小，弄热啦。各位我看这偌惨哦，这个微生最近算足强的，有够强的强啦。用强强棍的强啊，真正强的吼、哦！大家讲做多要做多强势股，放空要放空弱势股，听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哦。而实际上怎么好像做的好像又不一样呢？强势股的跌啊，我强势股也有强势跌停呐、啊，哪呢呐？哪袂安呢？有强无？这有强无？这波上强的股票威盛啊！阿姆哥，投资朋友。家你唔去买啦，咱讲真嘞，家我是无买这个股票啦吼，咱讲真嘞吼，啊，这个量缩不跌，你不去买，啊，你要偏偏要买在大量区，啊，我阿母在讲，啊，不，你等下你问阿母看卖，阿母谈讲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啊，你偏偏就要去，说那里比较热闹，那里比较嗨，对不对？叫你在那个路边摊喝一喝就好，你就偏偏要跑去夜店。工业店的一张扛尸体，真的被他扛回来了，真的被他扛回来了。好，人家讲加空，你嘛咧好人话加空，好，紧嘞，奇美店加空，一盛华买加空，盛华买加空哦，一天拿去三千张，结果盛华嘞，没，一排排啊，差一排排啊，差一档跌停板。这营收衰退，我来讲过吼。虽然无像咱预期的衰退啊，你真能衰退13%呢？衰退13%，市场预估衰退16%，它只有衰退13%而已，这算利多？你嘛较正经，你笑较少哩。衰退就是衰退，你成长的创新高个未起啊，跟你衰退，起甲对你衰退去啊？这营收创新高，这含起嘛未？对啊，含起嘛未？啊，会去起甲对你加伊？你较少少好无？这营收创历史新高，未起就是未起，讲会去起伫你遮。啊，你唔食钱啊，买买较，你话讲保姆较好啊。嘿，啊这些事情，你如果真的是用心看我们节目，你真的会勉强你自己去买这些。你真正也真中石化就讲红红基啊掉，中石化一生一世来，你看一生一世跟他去哦，1314啊，啊热啦，啊个红基蛮热，这种融资的啦，这种融资的啦，哦，什么界面哦，3584，界面。不买没关系，一买被掩面痛哭哦，看你什么面，界面啊，这个龙面你都勉强你自己在进场嘛，你都勉强你自己在进场，懂了没有？这个地方不是
整理一天嘛，不是说一天不去嘛，这已经六天都在家嘛，六天都在7600上上下下的嘛，已经整理六天了嘛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你自己那一关，这个共轨啊，这拜席有共轨啊，哈，12月6号就讲过了，明明知道有风险，但就是克服不了自己那个心魔那一关，有吧？这关上歹过，啊，这关哪过会过，吃个百二回，所以心里面这一关你得要自己克服啦，真的啦。讲着啊，我来讲啊，听听嘛，你在听，唔知有影有影无？你在这个地方一直进出，一直进出，这个会造成一些折耗呢，有无？你一直进出啊，追涨杀跌，你这个常常发生的哦。哦，来，所以整理期拉长就是一个折耗，你在这个整理期哈。你想说啊，我过去就怎么做的，我就怎么赚啊，所以这个阶段我又要怎么赚啊，我也是照我以前那样子做啊，错哦，因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策略，那你把这里整理当成这里在做那就不对了、啊、哦，你把这一段这个转折的区域当成过去跌势在做，你当然被嘎嘛，那现在整理你又当成把这个当成涨势在做，你当然会在这个地方失望嘛。好，来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哦。老王是一个大老板，那他有一个司机叫司机小王啊，司机小王每天呢就跟这个老王啊进进出出哦，杀来杀去哈。然后有一段时间呢，老王说：“我过去事业做这么成功，现在这个公司有一点瓶颈，我要加倍的努力。”对，说得好。结果不到一个月呢，这个老王死掉了。老王死掉了。那老王死掉了之后呢，老王太太就变成寡妇。一个月之后呢，这个小王呢，那么跟这个老王的太太结婚了啊。那老王死掉之后，留下了9亿人民币的身家。结果呢，小王开车开到哈，现在也有9亿的身价，还有一个美娇娘啊。结果结婚典礼那一天哈，老小王就讲了，过去哈，我帮我老板开车，我以为啊，我以为呢哈，过去我在为我老板拼命，现在呢，我想想不对，过去呢都是我老板在为我拼命，结果拼了9亿给他哦，所以想一想哈，老王如果在这个地方。修身养性，他9亿还是他的，好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一个美娇娘，而老王在不应该拼的时候，在那一直拼，拼到爆肝，结果老王挂掉，然后剩下9亿留给小王，好，这个以后就不用生活就没烦恼了嘛，小王得利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启示：第一个，不能请司机，好对不对？第二个。你在不对的时间不要乱乱去拼呐、啊，就我已经工作过啊嘛，整理期那个多看少做啊，你讲未听，讲未听，你个像这人安尼啊，这人有没有和老王相共啊？你知影无？你有存交易无啦？哈，这人有没有和老王相共啊？所以这些这不是亏损很多啦，这是小问题，那小问题可以把它解决掉，事实上呢，对你日后啊会很有帮助。哦，先花改进一下，明仔有可能哦，再来乖一抓哦，再来乖一抓哦，哦，所以讲你爱唔通中计，如果中计的话，那就麻烦了，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，广告回来继续帮大家分析。不懂，听不懂，电视方案怎么这么难懂？到身边 mobile 月租140不会变。网内互打不用钱，行动上网不绑约，最简单，真实在一起。Seven Mobile， 39、30年前就装了39太阳能。三姑啊，嘿，阮家嘛装39啊呢。对啦，要装就爱装上好的，咱厝迄台30年阁烧滚滚。选39最耐久，39太阳能热水器，台湾销售第一。太阳能一级棒，39。现在买政府补助12893元，再抽金元宝和 OSM 优足乐哦。精致工艺，华丽美声。台北国际 High End 音响大展，12月13到16日，台北金华酒店，要您听到好声音。
V-Hard 超越一般发热衣，款式、材质、层级、机能四大进化，机能加强，热力百变，最多款式，最高热力。Avure V-Hard 发热暖暖衣，三角底壳全面气折，请洽门市百货及屈臣氏。气候变迁，碳排放剧增，环境加速恶化，爱护地球好佳音，静音、气密、抗腐蚀、冬暖、夏凉，环保节能爱地球 ，Numa 南亚节能气密窗。哎呦，我的沙发太长了，那就抛到奇奇奇网站上去卖。很快有人 call 我，哦，马上就卖掉了，你看刚刚好。买卖房屋，买卖东西，快上奇奇奇免费刊登。Carling GPS 卫星导航，高速照相提醒。HD 超高画质行车记录，我的 Travelling 陪我幸福一整年。Travelling I like it。 先生，那么乐斯牛肉包好了，谢谢。意大利的家常风味一次到位，麦当劳那不勒斯牛肉堡，意式经典红酱融进双层牛肉，超值午晚餐只要99元。意式香草摇摇薯条同步推出。珍藏名人显要，巨星名模，音乐大师与 Volkswagen 的精彩邂逅。Volkswagen 名士限定版，75折起，限量优惠实施中。德国福斯 Volkswagen Das Auto。 好，欢迎回来，申请战略盘面上观察方向，我们继续来请教于世清副总。好，这些都是拉回早买点，结果都买到早点了，但是呢，这整理期是不是应该要追空？跌的时候要不要追？要不要追着空啊？要不要？来，嘉豪，这个给点大概是10:10，然后我们用还不要用以为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啊，我们有很科学的东西叫电，然后10:10见今天的低点，哦，10:10了哈。那投资们，你现在如果在这里哈追杀股票或者追空股票，哎，搞微博还进来跳开，跳开那，跳开我哪样讲？啊，拢没人要阿讲啦。没人要阿公，这叫危险，这放空危险，拢没人要阿公啊！啊，还是你无够专心啦，咁袂安尼啦。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哦，这缩较细，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哈，来来来来了，来来来来，现在啊，好，再来哦，再进来几刀，十点哦。你现在看到是10:00哦，10:00哦，今仔日都无唔对哦，哈，这个我，这个图片就是我，这个、我唱水的巡人拿翕的，好来，这个节目可这个粉丝团的深浅战略，这个是我，好来，咱讲吼，今仔日同步走高，量能比昨天增加，原则上吼要这种量才能突破，否则啊。整理势在必行，一定要经历啦哈！来来来，都要讲的红海，咱就把讲的第三点哈。礼拜二的行情一样啦，你不要以为会一直跌啦，一样会上下刷洗啦。啊，你不要以为只会跌而已啦，哦，这个盘哦，昨天就在多空双杀，上礼拜也多空双杀，今天也一样会多空双杀啦。因为涨跌的关键不在那些高价股早上在跌，鸿海在跌，不是那个啦。涨跌的关键在金融股啦。哦，那金融股的部分呢，有关股的卖超啦，八大行库一直在卖，那外资一直在买。好，那现在来了，跌，来，投资们来来来，乐吼。跌哦，股票跌，不见得是空方打压哦。干嘛呢？这我哈股票做这久，我第一日听人讲安尼呢，迄不是有人买股票较会热，迄无一定咯。啊，无股票变那热，你咪啊加一个。我即卖挂20块，你只先交，对不对？吼，你偌高买，一拢袂热嘛吼。但是我这个10块呢，10块钱呢，我把你缩手缩到9块，
请问，卖，会不会从10块跌到9块？啊，这哪是空方卖的，根本就是多头缩手，股价也会跌哦。你敢听我意思？不是空单一直拍，安尼股票才会落，不一定呢。有当空单一直拍，股票袂落，就是袂落。我如果多单不缩手啊，我看你怎么打，对不对？所以股票跌，你不都以为空头？有时候是怎样，多头自己缩手的。哦，所以说刚刚杀那个10点10分那一盘，会不会是人家缩手的？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啊。所以这个行情啊，一样会上下刷洗。所以你不要看到它在跌啊，狼 K 啊，吊死啦，坏蛋啊！卖你千遍也不厌倦，好卖，看袂盘讲我那边啊呢。我们好加在阮生前战略十点唔答应讲，叫你唔通安尼做，叫你唔通追空。台空这行情唔是单来热尔，这行情还可以起位了，会多空双杀，唔在这样才会震嘛，才会刷嘛。那这上下刷洗就是这样子啊，刷来刷去嘛，上冲下洗嘛。哦，这个就是刷洗的盘，这个叫多空双杀盘。所以讲吼，这你若诶，这唔啦打这啦吼，缩个水，这唔啦打这啦吼，这个还有啦哈，这是昨天的盘漏稿啊，这个也在跟你讲得很清楚啦哈。讲买光啊，从前头今天涨跌重点的金融，有吧？涨跌的重点在金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涨跌的重点都在金融。那这个礼拜哈，只有先盘再盘或者先盘在下，安尼两种啦啊，所以下半周吼，你要注意了，你现在要注意了吼。来哦，你即摆开始注意啊哦，即个盘等下动入股对多头来讲，唔是好处哦。你盘得越久，撑得越久，对多头来讲不是好事哦。为什么？你就要盘，盘到一段时间拉上去，这里就变成支撑嘛。来听我讲，慢慢听我讲哈。但家拔嘛，7600这边盘久了啊，你一次冲过去，这里就变成支撑。万一你盘，忽然间没力掉下来哦，那掉下来之后要上去，这里会变成什么？这段变成什么？对啦，压力啦，你们给浪费时间呢，多浪费时间。你以为这边拖，你要拖得上去啦。啊，如果拖不上去下来，这里反而变成一个压力。但是我感觉啦吼，过去不讲一定啦吼，没有说一定说盘就一定要跌啦。但是过去我们台北股市，我的经验，这20年来的经验，好像盘一盘都会跌，好像就人家讲的那一句话，久盘必跌。啊，你盘趴落来啊，打叉嘛。但是下面起嚟吼，个单价起来高价格，单啊准，啊，你是咪浪费时间？浪费时间嘛，哦，所以撑得越久，对多头而言它是越麻烦。那撑得越久呢，就越多老王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忍得住的人，就像小王一样，哈，得了9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被这老王，被这小王，你是被以逸待劳这小王，还是大家变来变去这老王叫飘逸啊？大家被这小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所以今天的盘情里面告诉我们各位，这个盘你那边进出只是进多增加你的折号，你要以逸待劳，等到那个机会。那这个机会呢会来，一定会来，你放心哈。那今天勉强收涨，勉强说尾盘才把它拉成红盘。那今天的量比昨天增加，是一个价涨量增的一个形态。那这样子来的哦，要注意一点哦，提防要再来一次美丽的诱惑，因为今天有跌，搞不好这融资有杀出，哦，搞不好啦，啊，或者又有另外一批的人要去拉回早买一点的，哦，所以拉回早买一点的要吸引你啊，可能你今天买看而已也不敢买，那如果说明天又跳上去，又涨上去的话，榨菜呀，榨菜，我涨啊，惨惨倒挂1500块改变，兄弟啊，改变啊，我榨哪知啊呢？哎，炸灾的好嘢啊！炸灾，台北火车头遐游民，大家嘛安尼讲，炸灾迄股票平咧，冲咧个赢咧，好嘢啊咧！炸灾，千金难买早知道啦！炸灾，哦，所以如果又有那么一次，哎，外公哦，
你有看有为了啥？咱迄阵人有人啊跟踪讲是啥物恶灵古堡，讲迄个僵尸迄个，那个僵尸要吸你的血啊，吼、哦，都嘛变成美丽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让你那毫无抵抗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好？我又艳遇，结果呢，抱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给你吸血了，那吸血鬼拢安尼哦。有无？迄个是美丽的诱惑，迄个是致命的吸引力。啊，哪个一届安尼？哦，我看你会着穿袂？因为呐，时间愈来愈白啊，哈，你要注意哦。下半周、上半周还能撑呐，哈，但下半周，这个我上礼拜就跟你讲过了哈。下半周对多头是不利的，记住哦。下半周对多头是不利的。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美丽的诱惑的话，请你要不为所动啊、哦，请你要不为所动，否则麻烦了、哦，麻烦了、哦，你给我怪几笔料，阿个都得这个哦，安尼比今仔这买早点个较吃力，这是买到早点尔。有可能你妈在买的砒霜吼，而且啦啊，所以讲吼，有一些例子给你看了，前车之鉴，希望你这一次美丽的诱惑你能渡得过去，安然无恙，然后呢，一亿当了代劳当小王，好不好？好，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，也提醒观众朋友，节目当中资料呢是仅供参考的，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风险，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再会。家两万一，轻松当家。Mitsubishi Motors， 多功能智慧型室内后视镜新亮相，精致工艺华丽美声，台北国际 High End 音响大展，12月13到16日，台北金华酒店，要您听到好声音。They say it takes only 3 seconds to fall in love。爱上全新皮套只要3秒钟。全国预售会实施中。Volkswagen Das Auto。哎呦，我的沙发太长了，那就抛到奇奇奇网站上去卖。很快有人 call 我，哦，马上就卖掉了，你看刚刚好。买卖房屋，买卖东西，快上奇奇奇免费刊登。全国第一台高级宽幅全新的卡王新卡王擦油消费者130匹的大马力，纳索耐烧上新油，还有免费机油大销售，全新的卡王新卡王擦油消费者。